安东尼抵达休斯顿接受体检，计划今天和火箭签约。据 ESPN 记者罗报道，卡梅隆·安东尼计划今天和火箭签下一份一年240万的合同。目前安东尼已经抵达休斯顿，正在接受体检。安东尼在今夏通过三方交易被送至老鹰，随即被买断。上赛季安东尼场均得到 16.2 分 5.7 个篮板。